只是说要让自己就像蜜蜂蚂蚁在身上咬砖的时候那种痛，可能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去体会得到。我只记得当下我要非常的痛，而且在那个镜头前面我也没有任何的道具，只有活生生的一个人。我记得他们好像在喊咔的时候，我还继续在那边喘，我爬不起来，我就一直喘一直喘，喘到想哭，所以说我到最后有点虚脱的感觉。摄影师就继续 keep roll， 我有听到 keep roll， 说实话我不是故意停在那边，我真的爬不起来，我就一直在那边喘，一直在那边喘，一直在那边喘。许师兄他也是一个蛮健谈的，他喜欢当老大，只要人家说什么我就敢碰，直到现在，只是说他当老大的心态是不一样，他只是想要辅导这些年轻朋友能够走上正途，就好像人家讲99%戒不掉，唯一一个成功的就已经死了。那我就问他说，那你还要干嘛还要做？他想了一下，那我就回答说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觉得就一个是一个。啊，对，就是这个。